啊，六号拓爷，之前他就说不要唱歌跳舞，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哈。我想说办公软件我会，我不只会办公软件，我还会五笔打字。然后车呢，是好车我都喜欢，就看你买不买得起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别说那个驾驶证是那个驾龄了，我实际驾龄是四年，对吧？你之前挑这个挑那个，但是我想说你的标准我都符合，但是呢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那咋办呢？完了，没希望了，这个说一说这话就没希望。然后我还是小学老师，我肯定得天天学习。但是你说你不喜欢过我这样的，但是所以说我就不会考虑你。下把吧，下把咱还能录吗？以后咋的呢？说错话了，回来我得告诉你。最主要我特别想问问，就这些条件，哪本书上教说你这找对象就不能找这个呢？你妈妈知不知道这事儿？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。你妈今天来没来？来了。哎，我们听听妈妈怎么说的呗。这些刚才这些标准和要求哈，来听听妈妈第二现场的妈妈怎么说。这孩子说话太气人了，刚才真的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在那个哪儿，在第二现场看儿子着急呀？着急，真着急，确实着急。刚才看到哪个环节你着急了？刚才那个六号那个，还有那个跳舞的都行。那你说哪个人没有点全能啊？真的，我都可以。没说的孩儿，你儿子说那个驾照必须得有，办公软件都得会这些。哎呀，这都以后的说话说，咱不能说现在也不能有那么太苛刻条件。孩儿啊，你得咋说话，你自个儿考虑考虑。咱说以后道路啊，你得走好，嗯那呗。行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听你的。哎、好，谢谢大姐，谢谢。哎呀，那小伙就是这意思，你刚才整个短片里说的那些条件。全都作废呗，我坚持我心里的想法。这孩子，妈，这就不怨我了。我现在看的是16盏灯都灭了。大宝想说点啥？太可惜了。想说，我想使用爱咋咋地。可以。爱咋咋地。哦。哎呦，都说这个大宝在全职练学到了很多东西啊。可能刚才呢又说，可能在这个。妈，那太好了！大宝啊，哎呀，你的春天来了！哎呀，我还在这想怎么安慰我们大宝呢，一看根本不需要了。你接下来面临的是两个选择，要么是把你爱咋咋地要请出来的姑娘请出来，要么呢就选择一下台上没有台下有，你看看人两条道可以走。啊，想想。我选择第二条道。爱咋咋地不用了。爱咋咋地，让他咋咋地去吧。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选择一个爱我的，只要他能相中我，我就会用我的这个心去爱护我这个爱的人。好。哎呦。那在这个之前，大宝要不要问问他会不会办公软件，有没有驾照，属羊还是属虎？不需要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啥也不需要，我真的。对的，这才好孩子呢，哎。这就对了，对，先给彼此一个机会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勇敢的姑娘，有请。掌声给点鼓励，好吧？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们了解一下，好吧？大家好，我叫范春娇，今年25岁，来自长岭县。长岭县做什么的？我现在做物流的。那太好了。你相中他什么了？挺好的。哪一点让你感觉挺好的？对，哪一点让你心动了？那个春娇啊，你在候补区域的时候有没有准备自己的爱情宣言？你也让他来认识一下你，行不行？嗯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喷漆骗货，绝对会过。可以，挺好的，真挺好的。我以前是调汽车漆的。哇哦，厉害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找对象必须得找媒人。
你说这俩人站在这儿能半小时都不再说话的，是不是？要是我是你姑娘，我就得说，我的工作就是给汽车调过漆。那你觉得我喜不喜欢车呢？喜欢。你要找会懂车的，那你觉得你不找我，你找谁呢？就找你。你妈呀，太好了。牵手了，太感谢了，我真感谢全程热烈。这孩子得和我说句话了，我要不说话，这孩子牵不了了。加油，祝你们幸福！我感谢全程热烈，永远我都感谢，给我孩子领了一个好，真感谢。